们是东台湾点赞的特派记者，我是慧茹，宝贝，志源。而且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我们有创新的平台哦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啊，那就是东台湾点赞。而且现在我们急需大家一起帮我们募集所有的赞，请大家多多的支持，并且帮我们多多的分享啊！没错，一定要赶快上东台湾点赞的脸书粉丝专页，而且拼命的怎么样？点赞！